能分手两年，就证明可能真的会因为不合，不管是性格还是各个方面，所以也是希望他可以快速的走出这一段感情吧。因为其实我也有过两年多将近三年的时间没有走出来这么一个情况，那是说起来都惭愧，那居然是我没有上大学的时候，是上高中的时候和初恋男友分手，真的是有两年的时间没有走出来，但后来会通过各种方法去调节自己的心情。当你生活变得有趣起来，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并不会过多的去想其他人，那你现在要做的呢，就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事情把自己的精力分散开，要么没事多看看书，多出去走一走，多去旅旅游，刚崴着脚了，多去旅旅游。所以就是说把自己的时间去规划满，规划清楚的话，你就没有空去想他了。反正我是这么做的，也可能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这个标准吧，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尽快的去摆脱前任的这么一个束缚，不管是前男友也好还是前女友也好，因为毕竟你浑身这样啦。拜。